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那喜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 IG、FB 还有 Twitch。那我们继续游玩《天龙八部》。那我们要找这个玄德。哎，我怎么就是想不透呢？照相怪兽雷震用了师傅分忧。太好了，施主，你帮我想想，你我与世相有何不同？我们是活的，石像是死的，那么你我一死，是不是就和石像一般？倘若死后有知，死了也只是肉体；无知，你我至少活过，怎么能与石像相提并论？师徒怎么知道石像没活过呢？师傅又怎么知道石像曾经活过？石像是否曾经活过？恐怕石像自己也不知道。啊，原来你我已是石像。哈哈哈，施主与我佛有缘，但不知缘分深浅，可愿意挑战十八铜人阵？我们先图文档。对，这种以前的光碟就是要四五片这种的，很有分量的。然后挑战十八铜人阵是主角一个人。这个其实蛮难打的，不过我们有问号包子。我会写什么字？等一下，等一下，从哪？然后什么帮补血，所以基本上《天龙八部》之后的剧情就是如来神掌了。哎，怎么又帮他补血了？老师，环村剑神，没想到会败在一个小伙子手里，灭门的血恨，我又如何能报？我妹先生对我侥幸。前辈想报仇，可要照相相助。你虽然内力深厚，招致灵力，但要打败头脑那还是不可能。你有这番心意，琢磨也是感激。这必犯罪，请你收下。后会有期。来个壶，来壶酒，备个四色酒菜。没问题。哎。好一条大汉，这定是燕赵北国悲歌慷慨之事，不论江南或是大理，都不会有这等人物。嗯，贤弟说的是，的确气宇非凡。小二哥，将这位爷的酒账都送到我这里。嗯，好吃，宋二的果然名不虚传。雷大哥，你多吃些。嗯。清明大哥，对方约定明日一早在会上凉亭中相会。嗯，未免仓促了些。兄弟本来跟他们说约定会于三日之后，但对方似乎知道咱们人手不齐，口出讥嘲之言，说这趟咱们不敢赴约。是的，你传言下去，尽管三更大伙在会上齐聚，咱们先到，等候对方前来赴约。是。惠山，什么？哼！既然听到我们所说之话，兄台念力不错，何不过来共饮？如何？兄长，无妨，我就是过去敬这位兄台一杯。不知兄台高姓大名？兄台何必明知故问？大家不拘行径，喝上几碗，岂非大事妙事？待得敌我分明，便没有余味了。兄台想必是认错人了，以为我是敌人。不过不拘行迹四字，小弟最是喜欢。请啊，请啊！兄台倒也爽气，只不过你的酒杯太小。酒保，就两只大碗来。
打十斤高粱。爷台，十斤高粱喝得完吗？这位公子爷请客，你何必给他省钱？十斤不够，打二十斤。是。哎呀，雷大哥，大哥能喝那么多酒吗？兄长自有打算，我们在一旁照看便是。好，爽快，好酒，再干一杯。兄台酒量就倒也不弱，果然有些意思。我这酒量是因人而异，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这一大碗嘛，我瞧也不过二十来杯，一千杯需得装上四五十碗才成，兄弟恐怕喝不了。很好，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先干为敬。看来兄长他们给喝个一回，咱们先逛逛，待会再来吧。好，先去外面吧。大哥，喝完了没？咦，冬玉，你弄尿啊，冬玉！你怎么弄尿了？蓝兄，咱们喝了都四十几碗了吧？兄台道还清醒得很，数目算得明白。你我棋逢敌手，将遇良才，要分出胜负，只怕很不容易。这样喝下去，兄弟身边的酒钱却不够了。哈哈。咱们走吧。好，贤弟，快走吧。嗯。对，赛跑不论做什么方式都会输的，所以我们尽快跑完就好了。来，咱们比比脚力。好，你在这等我们吧。靠腰，你跑越快，就是得到的经验值越多，所以这边不能输，不能太慢了。他们是开加速器哦，跑那么快。而且我还有念力限制，靠呗。我还要休息等他们。3000，好，这边抉择的时候，这边可以先出个胆。慕容公子，乔峰今日可服你，姑苏慕容果然名不虚传。小弟心甘情愿，湘潭认错人了。什么？你不是慕容复慕容公子？小弟来到江南，每日里多闻慕容公子大名，实是仰慕得很。至今无缘得见，兄台知道姓名，可是叫乔峰吗？正是，在下乔峰。乔峰，你是乔峰？正是，兄台认得在下吗？不仅经过，还要向你讨教讨教武艺。曾经听了乔兄之名，北乔峰，南慕容，哈，那是江湖人的谬赞。小弟是大理人士，初来江南，便结识乔兄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实是大幸。这位雷兄内力亦是非凡，不知也是大理人士吗？不，这乃贵重人士。想不到江湖上又有两位这样年少有成的人。对了，两位来到江南有何贵干？这。说来惭愧，雷贤弟是为了救醒小弟而来，因小弟为一土方和尚所擒，如此这般，这一切遭遇实在狼狈。哈，短兄，你这个人十分直爽，我生平从所未过，我们就此结为金兰兄弟如何？
那可好，之前我便和这位雷贤弟一结金兰，今日再与兄弟结拜，当之有幸。哦，原来你两人已结拜过，那好，今日结拜再添我乔峰一人。此乃巧缘，如今结拜成金兰兄弟，我当选择好好保护乔峰便是。我宣了雷贤弟一年，今年19。我是足足大你两人十年以上。如此，大哥，大哥，二弟三弟，皇前斩上，后土在下，我乔峰，我段玉，我雷震，今日在此结为异姓兄弟，往后有福同享，有难同担。太好了，小弟在圣后楼上是听到大哥与敌人今晚定下约会，小弟虽然不会武功，却想去瞧瞧热闹，大哥能允可吗？二弟不会武功，但却具如此内力，要学上车武功，那是如探囊取物一般，绝无难处。二弟要观看今晚的会斗，也无不可。这当遵从大哥嘱咐。此刻天时尚早，咱们回乌溪城中再去喝一回酒，然后再去赴约不迟。大哥，小弟和你毒酒其实骗你的，大哥莫怪，我是以用脉神剑少则剑心法，将酒精纳大椎穴，再有天中穴而肩冠穴，再经手臂上的小海之境仰弄怒穴，而同时手掌上的仰骨后或前骨诸穴，三小指的少则穴。二弟，你会六脉神剑的奇功？正是，小弟学会不久，还生疏得紧。原来二弟的酒量是如此来的，我还吓了一大跳，甚至想不到那六脉神剑如此神奇。那是要天龙寺有耳闻六脉神剑之剑谱，但当时无法参悟，不如问一问兄长。贤弟弄有所思，不知有何心事？镇得不住，一时失神，一力拾起六脉神剑精妙，而认真在天龙寺曾耳闻剑谱精髓，但却无法参悟。其实六脉神剑并非真剑，乃是以指力化成剑气，有直无形，可称无形剑气。而所谓六脉，即所知六脉太阴肺经。听哥哥一言，令我茅塞顿开。十三弟行会过人，多谢二哥。我曾经家师说，武林中故老相传，大雷段是有一门六脉神剑的功夫，能以无形剑气杀人，也不知是人是假。原来当真有此一门神功。其实这功夫除了和大哥古酒是作弊取巧之外，也没什么用处。我给君母知道和尚请住，也绝无毫还手余地。世人与这六脉神剑渲染过甚，其实过于夸大，酒能伤人，需适可而止。我看今日咱们不能再喝了。二弟规劝的是，只是愚兄体健如牛，自小爱酒，越喝越有精神。今晚大敌当前，须得多喝烈酒，好好和他们周旋一番。既然大哥爱喝酒，咱们自当奉陪。好，三弟，适才为陈宇喝酒，一会儿咱们都要喝个痛快。是。大哥，你先前误认小弟为慕容公子，莫非那慕容公子的长相与小弟有几分相像不成？我素闻姑苏慕容的大名，这次来到江南便是为他而来。听说慕容父儒雅英俊，约莫28、29岁，本来比贤弟要大的好几岁，但我觉得既想不到江南除了慕容复之外，另有一位武功高强、容貌俊雅的青年公子，因此认出了人，好生惭愧。大哥原来寻他是要结交他这个朋友吗？我本来盼望能结到这位朋友，但只怕无法如愿。这是为了什么？我有一个至交好友，2个多月前死于非命，人家都说是慕容复的下流毒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错，我这个朋友所受致命之伤，正是以他本人成名绝技所施，但江湖上的士气贵百出，人难所料，不能单凭传言之言，但贸然定人之罪。余兄难道江南被他查明真相？启禀帮主，有四个点子闯入大爷横垛，身手甚是了得。点子是什么人？其中三个是女的，一个是高高瘦瘦的中年汉子，十分寒。恨蛮无礼，你们先回，我一会过去瞧瞧。是。
我大意分舵，并在此城中的限制里，你们和我同去吗？这个是的，咱们去吧。他很强，一开始我打不赢，但是我有乔峰，靠要宕机，那现在不需要乔峰了。那就六脉神剑好了。八千，饶了我吧，在下一定痛感劫匪。其实武斗没神功，我也是刚入门而已，更没杀什么人，方才不过重伤身世罢了。雷某并非嗜杀之人，叫端木东洞主当然不再修炼这邪门武功，我这是不会追究。是，我再也不练邪功了。那我们回野花岛吧。还是敌人太烂。李夫人，端木岛主初练武斗没成功，也不确定尊夫是我为他所害，是以为取他性命。这还用说，一定是他杀的，你怎么放过这个祸害，来得我这里找他算账，就你一招迷火进攻，你大谢公子。东木前辈，你看这只鸡是不是很健壮，天生美味？好小子，这个弄只鸡的，你这个人还挺不错的。前辈过奖的，抓这只鸡这下没费什么劲。小子谦虚了，你可愿不为前辈的帮你小忙，我必重赏。是什么忙？若是能力所及，定接力达成。我在练一门功夫，叫乌龙明神功，其威力惊人，招招毙命，但修行是与活人协方成。你帮我抓个活人过来，我也好好赏赐。然后呢，抓他的小孩给他。我们要拿一个什么什么血鹰战衣哦。登木岛主，我找一个小孩。虽然血少了一点，不过应该蛮新的。死小子，啊，是我的儿子。前辈，对不起，我再去找。无用，就用你的血吧。我的血，你敢喝？我怕你喝不下。我现在没内力，所以只能先用包子打他。赢了！大侠饶命，这血印章已给你，你饶了我吧。雷某并非刺杀之人，我就不计较了。如果是抓外面的女生给他的话，抓外面的女生给他的话，会得到一个武功，就是他刚刚用的地火功。但为什么我都不想学这些武功呢？因为到最后面会合到一个天禄四方，你会学到所有的内功心法跟招式，所以那些内功跟招式我觉得不是重点。武器嘛，这个是就只能拿一件而已，所以防具这些的啊。所以我都会以防具为优先。好，这我们解决了。我慕容兄弟上河南去会你们家帮主，这么一个丐帮的人都到吴起来，这不是故意避而不见吗？
你们胆小怕事那也不打紧，就累得我慕容兄弟白白走一趟，岂有此理，真的是岂有此理。慕容公子是跟北方乔帮主事先订了约会吗？订不订约会都一样，慕容公子既上洛阳，丐帮的帮主总不能自行走开，那扑了个空啊，岂有此理，真的是岂有此理。慕容公子有无信帖知会毕邦？我怎么知道，我既不是慕容公子，也不是丐帮帮主，怎么会知道？你这话问得太没有道理，岂有此理。咦，你也来了？我也来了，属下参见帮主。众兄弟好。这位是丐帮的乔帮主吗？兄弟包不同，你一定听过我的名头了。原来是包山先生，在下久仰英名，今日得见尊范，大是幸事。非也非也，我有什么英名？江湖上的臭名倒是有的，人人都知道包不同一生惹是生非，出口伤人。乔帮主，你随随便便来到江南，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如何是在下的不是？请包山先生指教。我家慕容兄弟知道你是乔帮主是个人物，知道丐帮中颇有些人才，因此特地亲赴洛阳去拜会阁下。你怎知自得其乐来到江南？慕容公子驾临洛阳毕邦，在下倘若事先得知讯息，却将恭候大驾，以失饮之罪，先行谢过。大哥，这句话好生格体，果然是一帮知足的风度。倘若还有包山先生对发脾气，那便有失身份了。这私营之罪确实要谢过了，虽然常言道得好，不知者不罪，可是到底要罚要打，全在别人呐。这个包不同真是，大哥乃一般帮主，不方便和人动手，不如就由我来教训这个讨厌鬼。包不同，我大哥竟也是汉子，不与你计较，我可没理由在这里听你满口胡言乱语。想要跟包山先生打一架吗？很好，好得很，包山先生最爱的便是打架。世间最爱打架的是谁？是包山先生吗？错了错了，那是江南一阵风的风波二。风波，你的对手是我，好极了，小子，让你别闲着，看招。那你知道我的毒包子的厉害？好，算了，用六脉神剑了。六脉神剑。应该是端木道主太烂了，打包不同才4000，接近4000的伤害值而已。三哥快来，四哥中毒了。师弟，您这麻袋是个什么古怪？这是装个自己一只鞋子。这个武功我在书上没见过，拳脚是通臂拳，石上麻袋的手法有大别山回打软边十三式的劲道，也加上湖北阮家81路三节棍的套子，瞧来那麻袋的功夫是自己独创的。女娲和灵枕知晓。陈长老，请给这位风师爷解毒吧。帮主，此人好生孤立，武功倒也不弱，救活后后患不小啊。话是不错，但咱们尚未跟正主儿赵不相，先上他的下属，未免有恃强凌弱之嫌，咱们还是先站定了脚跟。马副帮子明明是那姓慕容的小子所害，报血仇恨。还有什么能力做好说？你先给他解了毒，其余的事慢慢再说不迟。是。我家帮主仁义为先，这是解药，拿去吧。多谢强帮主，多谢陈长老。
请问长老，这解药如何用法？吸进伤口中的毒液之后，将解药敷上。不过女子吸不得。女子怎么了？这邪毒是阴寒之毒，女子吸阴，阴散加阴，毒性更正。我来吸。多谢公子救命之恩。些许小事何足挂齿，我的性命是公子是小事，在我却是大事。好啊，来这么多人，来一个打一个，说打就打。好一个龙爪手，抢住三次。好一个龙爪手，大妹子，你说的不迟不早，有什么用？少说片刻也好，让我有个预备。他的武功太强，出手时胸拳没征兆，我瞧不出来，真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对得起，对不起？但我今天架打输了，丢了燕子屋的眼。两位请便吧。我打你不够，强弱相差太远，打起来性味索然。乔帮主，再见。三哥，听说公子爷去了少林寺，那人多定有架打。走吧走吧，技不能息，年少无光，但念十年息，有输金光。不如罢休息，吃说个吃说当光啊。三哥四哥都走了，咱们去到哪里找？找他去呢？这个丐帮他们要商量正经事情，咱们回无锡再说。乔帮主，我们三人走了。三位自便。且慢，起点帮主，马副帮主惨死大手，尚未得报。帮主整个随随便便放人，放走敌人。咱们来到江南，原是为报马二哥大仇而来，但这几日我多方查探，觉得杀害马大哥的凶手未必是慕容公子。帮助何所见而云来？我也只是猜测而已，自然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我的帮主如何猜测？属下等都想知道。我在洛阳时听到马二哥死于锁喉擒拿手的功夫之下，便想起姑苏慕容事宜，彼之道还之必正这句话。群中马二哥的锁喉擒拿手，天下无双无对。除了慕容氏一家之外，在武旁的人以马二哥本身的绝技伤他。不错，可是近日以来，我越来越觉得奇怪。咱们先前的想法，只怕未必进来，这中间说不定另有曲折。这种兄弟都愿闻其详，请帮主开导。白长老呢？属下今日并没见到白长老。大仁大信大勇大力士多的舵主又在何处？张全祥，你们舵主怎么没来？我不知道。张全强，你将本舵主方舵主杀害了是不是？没有，方舵主好好的在那里，没有死，这不关我的事，不是我干的。那么是谁干的？哎，这位长老到底出了什么事？本帮自我而下，人人以义气为重。你记你之错，过一下倒也不必。生是犯战之罪，却绝不可负，绝不可免。慢慢在行义处不迟。张全祥有你大路，领导大义分舵蒋舵主去请执法长老来此。你好好听我号令行事，当可减轻你的罪责。是，帮主，你千万小心，我尽快赶回。这里都是咱们多年来同生共死的好兄弟，只不过一生生了一些意见，没什么大不了。你放心去吧，你再派人手去只为西夏一品堂会餐之愿。众位兄弟，我今天好生喜欢，结交了两位好朋友。这位是段誉段兄弟，这位是雷震雷兄弟，我三人意气相投，你结拜为兄弟。兄弟，我来一见我们丐帮中的首要人物。这位宋长老是本帮人人敬重的元老，
当年纵回江湖之时，兄弟还没出生呢。这位西长老是本帮外家高手，您哥哥在十多年前常向他讨教武功，西长老与我可说是半师半友，情谊甚为深重。这位是陈长老，自创麻袋功夫；那位是吴长老，使得一手鬼头刀，出神入化。好，大伙勿躁，我有话说。咱们丐帮多成江湖上朋友瞧得起，百年来号称武林中第一大帮，既然人多势众，大伙的想法不能齐一，那也是难免之事，只需分说明白，好好商量。大伙乃是相亲相爱的好兄弟，大家也不必将一时的意气纷争瞧得太过重了。请问宋西城武四位长老，你命人将我关在太湖中的小船之上，那是什么意思？这个咱们是多年来同患难共生的好兄弟，自然并无恶意。白石法敲在我老哥哥脸上，那也不必介意。宋长老说并无恶意，实情并非如此。我一些手下一起被困在船上，飘在太湖之中，船上堆满柴草消耗。这个嘛，就是做得太过分些。都是一家人，向来亲如兄弟骨肉，怎么会如此蛮懒？以后见面，这不是挺难为情的吗？李春来，你骗我们上床，说是帮主呼召，假传帮主号令，该当何罪？弟子自奉地位，如何敢做以犯上欺主之事？都是。是你全舵所吩咐的，是不是？李春来，你现在是敢做敢为的硬汉，是不是？大丈夫有胆子做事，难道没胆子应承？属下违反官规，帮规是有应的，这中间缘由，非属下敢说啊。违反帮规，假传号令，原该处死。咱们身为丐帮弟子，须当遵守祖宗遗法，大丈夫行事对就对，错就错，敢做敢为也敢担纲。乔帮主，我们大伙商量，要废去你的帮主之位。这件大事，宋西城武四长老都是参与的。我们怕执法长老不允，是以设法将我们囚禁起来，这是为了本帮的大业着想，不得不冒险而为。今日势头不对，被你占了上风，我们由你处置便是。吴长风在丐帮30年，谁都知道我们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宋西城武四长老背叛帮主，违反帮规第一，执法弟子将四长老绑上。懦夫懦夫，群起一战未必输，可谁都怕了乔峰。众位兄弟，乔帮主继任上代汪帮主为本帮首领，并非巧取豪夺，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此位。当年汪帮主赐了他两大难题，面谈为本帮第七大功劳，这才以打鼓般相守。那一年泰山大会，本帮受人围攻，处境十分凶险，全仗乔帮主重创9名高手。这8年来，本帮声誉日隆，人人均只是乔帮主主持之功，乔帮主待人仁义。拳头主，我乔峰做什么对不起众兄弟这事，你尽管当面指证，不必害怕，不必顾忌。对不起众兄弟大事，你现今虽然还没做，但不久就要做了。胡说八道，乔帮主为人处事光明磊落，他从前没做过歹事，将来更加不会做。你只凭一些群魔主动的无稽之言，煽动人心，意图背叛帮主。老实说，这些谣言曾传进我的耳里，我知道他是大放狗屁。你们这些糊涂空前的家伙，听信你的胡说八道，快快自行了断。白长老，你不用心急，让全舵主从头至尾详详细细说个明白。连宋长老、西长他们都反对我，想必我乔峰定有不对之处。帮主吩咐的事，全关心。你说吧。马副帮主为人所害，我相信出于乔峰的指使。什么？你一直憎恶马副帮主，恨不得除之后快，总觉若不除去这眼中之钉，你帮主之位便不安稳了。不是，我和马副帮主交情虽不甚深，言谈虽不甚投机，但从来没出
害过他的念头。皇天祸福，死守共建，乔峰拥有加害马大元之意，叫我身败名裂，受千刀之祸，为天下好汉所笑。然则咱们大伙让姑苏来找慕容复报仇，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与敌人勾结？这三人是慕容复的家人眷属，你加以庇护。非也非也，我不是慕容复的朋友，我从未见过慕容公子之面。这三位姑娘说是慕容公子的家人亲戚则可，说是眷属却未必。非也非也，是八部头慕容复属下的金风庄主一阵阵风波尔，是慕容复手下的玄庄庄主。他两人若非得你乔峰解围，早就一个乱刀分尸，一个中毒毙命。此事大伙亲眼目睹，你还有什么抵赖不成？我丐帮开帮数百年，在江湖上受人尊崇，并非是人多势众，武功高强乃是善于行侠仗义、主持公道之故。全舵主，你责我庇护这三位年轻姑娘。不错，我确实庇护他们，但那是因为我爱惜本帮数百年的生命，不肯让天下英雄受委屈，丐帮众长老合力欺侮三个柔弱女子。宋熙、陈武四长老，哪一位不是名重武林前辈？丐帮和四位长老的名声，你们不爱惜，帮中众兄弟可都爱惜。帮主，你或者是装腔生事大奸雄，或是个直肠直肚的好汉子，我吴长风没本事分辨，你还是及早将我杀了吧。吴长老，你为什么说我是欺人的骗子？你什么地方疑心我？这里是说来千年太多，传了出去，丐帮在江湖上再也抬不起头来，人人要瞧不起。我们本来想将你一刀杀死，那就完了。为什么？我就慕容复手下两大养人大将，你们就疑心我与他们有所勾结，是不是？可是你们谋叛在先，我救人在后，这两件事扯不上关系。再说，这事是对是错，这时候还难下断语。帮主，依你之见，杀害马副帮主的绝技不是慕容复喽？我不敢说慕容复定是杀害马副帮主的凶手，却也不敢说他一定不是凶手。报仇之事不必急于一时，我们去当详加访查，查明是慕容复自然抓了他，为马副帮主报仇雪恨。如查明不是他，去做到真凶为止。他若单凭胡言乱猜，竟错杀了好人，真凶却逍遥自在，暗中偷笑丐帮糊涂无能，咱们不但对不起被错杀的冤枉之人，更对不起马副帮主，也败坏我丐帮响当当的名头。众兄弟到江湖之上给人讥笑查骂，滋味好得很吗？帮主，咱们之所以叛逆，皆因误信人言，知道你与马副帮主不和，暗地勾结姑苏慕容氏下手害他。执法弟子，请本帮法刀。宋熙、陈武四长老误信人言，图谋叛乱，危害本帮大业，罪当一刀处死，打至分舵主全冠卿造谣惑众。帮主，吴长风对不起你，自行了断，叛逆自我糊涂，我死了之后，你就一样的吴长风。且慢，帮主，我罪孽太大，你不允许我自行了断吗？15年前，契丹国入侵雁门关，宋长老得知讯息，四晚不睡，星夜赶回报知之紧急军情，途中连毙了。这是有功于国的大事，江湖英雄虽不是内中详情，咱们丐帮却是知道。白长老、宋长老功劳甚大，叛逆班主代宋长老求情，所说本也有理，但本帮帮规有余，叛帮大罪绝不可赦，纵有大功亦不能数，以免致使有功者骄横生事。执法长老话半点也不错，咱们既身为居长老之位，哪一个不是有过汗马功劳？倘若人人追论旧功，那什么罪行都可犯的。班主，请你见谅，许我自行了断。班主，你，我起过杀害你的念头，原是罪有应得，你下手吧。白长老，本帮帮规之中有这么一条，本帮弟子犯规不得轻赦，帮主弄加狂怒，亦需自流鲜血以洗清其罪。是也不是，帮规是有这么一条，但帮主自流鲜血洗清之罪，亦需想想是否值得。
只要不坏祖宗遗法那就好了。西长老当年指点我的武功，虽无师父之名，却有师父之实，这算是世人恩德。想当年温帮主为契丹国无料大佐设伏擒获，回避我丐帮向契丹降服。温帮主身材矮胖，西长老与之有三分相似，便乔装温帮主的模样，甘愿代死，使温帮主得以脱险。乔帮主，我跟你没什么交情，便是得罪你的地方太多，不敢要你流血赎命。陈长老，我乔峰是个粗鲁汉子，不爱结交我人生为人谨慎、事事仔细的朋友，也不喜欢不爱喝酒、不肯多说话、大笑大吵之人，这是我天生的性格，勉强不来。我和你性情不同，平时难得有好言之语，我也不喜马副帮主的为人，见他到来往往避开，宁可去和一代二代低辈的弟子喝烈酒、吃狗肉。我这脾气大家都知道，但如你以为我想出去你和马副帮主，那就大错特错。你和马副帮主老成持重，从不醉酒，那是你们的好处。刺杀契丹国左路副元帅耶律布鲁的大功劳，旁人不知，难道我也不知吗？我陈孤雁名扬，陈孤雁名扬天下，深感帮主大恩大德。吴长老，当年独守阴仇峡，力抗西夏阴平团的高手，使其行刺杨家将的阴谋无法得逞。单凭杨元帅赠给你那面济公金牌，便可免得你今日之罪。你取出来给大家瞧瞧吧。我那面济公金牌，不瞒帮主说，那个已经不见了。那一天我酒瘾大发，没钱买酒，把金牌卖了给金铺子啊，爽快。只是我们对不起杨元帅。帮主，大仁大义，不偿付这条性命，从此交给你的。人家说你这个那个，我再也不信。全落主，你还有什么话说？我随礼还你，是为大宋的江山，为了丐帮的百代基业。可惜跟我说你身世真相之人，为是怕死，不敢现身。我身世中有何不对之处？你尽管说来。姓乔了，等我乖乖一刀将我杀了，免得我活在世上。眼看大好丐帮落入胡人之手，我大宋锦绣江山，大好丐帮如何会落入胡人之手？以免白白说来。难道你自己真的不知？知道什么？太寒山从桥洞砍东谭婆先看见驾到，有失远乔峰这里谢过。乔班主，你身上插这几把玩意儿干什么？乔班主，世上有谁这么大胆，竟然用刀子扇你？是我自己刺的。为什么自己刺自己？活得不耐烦吗？我自己刺的弯的，这肩头皮粗肉厚，倒也伤不了筋骨。你撒这什么谎啊！我知道了，你鬼灵精打听到砍东新得的极北寒雨和玄冰蟾蜍合成灵验无比的山药，就这么试他一试。小娟，小娟啊，师哥，哼，我道是谁，原来是你。小娟，这样过得快活吗？好多人，乔帮主，擅正不请自来，打扰了。若是当上前辈，大驾光临，早该远迎才是。好啊，铁面胖刚到来，就该远迎。我铁屁股盼光到来，你就不该远迎了。马副帮主遗孀来到，请马夫人出来叙话。人马门温氏参见帮主。王姑娘，丐帮中的事情真多，咱们却避开去，还在旁悄悄热闹。咱们是外人，本不该参与旁人的机密大事，不过他们所证的事实跟我表哥有关，我想听听。嫂嫂有理了，先夫不幸亡故，多谢帮主以及众位伯伯叔叔照料丧事，
魏王人忠心明谢。三前辈，太和尚冲霄洞谭氏伉俪，不知是否术士？久仰谭氏伉俪的威名，幸会幸会。谭老爷子，这位前辈，请给在下引荐，以免失了礼数。我姓双，名歪，外号叫做铁屁股判官。三老爷子，你莫听赵世贤说随口胡诌，这人是癫子，跟他当不得真。一日之间能信得众位前辈高人，实不胜荣幸之至。不知众位教道有何指教？乔帮主，鬼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数百年来侠名破于天下，武力中提起丐帮二字，谁都十分敬重。我善谋向来是十分不敢。乔帮主，鬼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数百年来侠名破于天下，武林中提起丐帮二字，谁都十分敬重。阁下老是跟我过不去，但兄弟与阁下素不相识，实不知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尚请明白之圣告示。倘若是兄弟的不是，你没得罪我，可是得罪了小娟，这比得罪我更加可恶十倍。谁是小娟？我几次得罪她了？她便是小娟，小娟是她的闺名，天下除我之外，谁也称呼不得。原来是谭伯伯的闺女，在下不知，冒昧称呼，还请恕罪。在下久仰谭氏伉俪的大名，却无缘是。在下自行从未在背后说人闲言闲语。我刚才正在问小尊，你竟然过了快活吗？他尚未答话，你们大模大样横冲直撞来到，打断他的话头，至今尚未回答我的问话。三老兄，你去打听打听，小娟是什么人？我赵钱孙。周吴郑王又是什么人？难道我们说话之际，龙女随便打断的吗？兄弟有一事不明，却要请教。阁下说谭普的闺名，殿下并只有阁下一人叫得，难道谭公也叫不得吗？你又发癫了，在众位朋友之前，要脸面不要？你撇下我去叫这个老不死的谭公，我心中如何不悲，如何不痛？我心也碎了，他肠也断，这区区外表连皮。师哥，你提这些就是干什么？丐帮今天有正经大事要商量，你乖乖听着吧。咱们还是来商议丐帮的要事。马夫人，你来说吧。先夫不幸身故，小人只愿自愿命苦，更悲先夫并未遗下一男半女，皆续马氏香烟。小人只炼葬先夫之后，检点遗物，将他收藏玄镜之上的封皮上写道：“你若受尊正寝，此心立即焚化，差事者即为火无遗体，令吾九穷不安。你若死于非命，此心立即交给本帮主长老会同差阅，事关重大。”正是如此，所以马夫人拜托我邀了谭公、谭伯和智光大师一同做见证，而谭伯说赵显春曾经历此事，故也一同邀请。阿弥陀佛，智光大师，横折广鼻，无人不敬，见证佛教光临，实是丐帮之福。雁门关外乱石谷前的大战，智光和尚也是有份的，你来说吧。杀孽太重，此事言之有愧。众位施主，乱石谷大战已是30年前之事，何以今日重提？只因此刻丐帮且重大变故，有一封涉及此事的书信，请大师过目。冤家宜解不宜解，何必旧事重提？依老衲之见，将此信回去泯灭痕迹也就是了。贤夫惨死，若不追究，贤夫固然沉冤不雪，丐帮更有土崩瓦解之危。那一说的是，咱们是为了国为民，不能说做错了事。错便错，又何必自欺欺人？30年前，中岳豪杰接到消息，说青丹国大屁股是要偷袭少林寺。这件事当真非同小可。要是青丹此举成功，大宋便有亡国之祸，我皇帝之尊说不定就此命走。尽数是以辽兵的长矛利刀之下，我们以事还紧急，不及详加计谋。
便一面派人通知少女是燕家戒备，个人立即前程赶去，要在雁门关外迎击，总不能尽数将之歼灭，要令他们的计谋难以得逞。乔帮主，倘若你得知这项讯息，那便会如何？这关大事，乔某见识浅弱，才德不足以服众，这令帮中兄弟相依，说来好生惭愧。但乔某纵然无能，却是有感，刚刚有骨线难额，以这大节义份上，绝不计不明是非。我打算受辽国欺凌，家国之仇谁不施报？我们当时也是这般心思，于是大伙分成数起，赶赴雁门关。和这位仁兄赵千岁及汪帮主都是在第一批，我们这帮共是21人，带头的大哥年纪并不大，比我小了好几岁，可是他的武功卓绝，在武林中有地位崇敬。那时老衲尚未出家，赵千岁仁兄当时的武功就比老衲高得多，现今更加不必说了。不错，那时你的武功和我已相差很大，早查成那门大捷。过了雁门关时已将近黄昏，我们出关行的10里路，一路小心戒备，突然之间西北角传上了马匹奔跑之声，带头大哥一回首，我们21人便在分别在3道2旁的大石后面埋伏下来。山谷左侧是乱石林峻的深谷，耳听的啼声越来越近，接着听得7、8人大声唱歌，唱的这是辽歌，歌声好像粗野，也不知唱的是什么意思。辽人担心的马匹冲到50余丈之后，我从大石后冒了过去，只见7辆武士身上各个的披拿，手拿长矛，有体无完刀，各人肩头。乔帮主，此次成败关联到大宋国运，中途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死，而我们却又无自身把握，唯一的便宜只不过是敌占明处我的案例，你想我们当该如何才是？自来并不厌诈，这个两国交兵不能讲什么江湖道义、武林规矩，辽国杀戮我大宋百姓之时，又何尝所下龙情？依在下之间，但有暗器，暗器之上，虚伪剧毒。正是乔帮主之间，像我们当时所想一模一样。待后大哥见辽国吃惊，一声长啸，众人的暗器被纷纷射了出去，每一件都为了剧毒。只听辽国乱的一团，一大半都刷下马来。这事我已说得清楚，7当武士共有19起，我们用暗器要是20人，余下不够7人。我们一拥而上，刀剑齐刺，片刻之间，将7人尽数杀了。我们一举而将19名7当武士尽数歼灭，随时欢喜，可以大喜一心。境界不堪一击，绝非什么好手。难道听的讯息竟然不正确？难道辽人故意安排这诱敌之计，叫我们上当？没三人齐去，只听马蹄声，西北角又2骑马齐来。这一次我也不再隐伏，自尽迎了上去。只见马上是男女2人，男的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服饰也比适才那19名武士华贵得多。那女的是少妇，手中抱着一个婴儿，两人并非谈笑而来，神态极其亲密，显然是一对少年夫妻。这2名契丹男女一见到我们，脸为诧异之色。但不久便见到那19名武士死在地下，那男子以及神色十分凶猛，向我们大声喝问，叽咕的契丹话一大串也说不了什么。我那辽国哪下命来，挥棍便向契丹打了下来。大和大哥心下起疑，休得鲁莽，别伤他性命，抓住他问个清楚。这句话尚未说完，那辽人右臂伸出，也抓住那人手中的并铁棍。那辽人提起铁棍，从半空中将截下来，我们大声呼喊，眼见不及上前抢救。那辽人左手袍袖一拂，将7、8枚暗器尽数晾在一旁，不料还并铁棍一条，将那人连人带棍的摔在道旁，叽里咕噜不知说些什么。这人若有一手功夫，人人震惊，拒绝此人武功之道，实是罕见。只怕我们便一拥而上，将攻了过去。另外4、5人则向那少妇攻击，不料那少妇却全然不会武功，一剑便砍死了。那辽人虽武功虽强，但被7、8位高手缠住，如何分得出手来救妻儿？起初还是都是我们兄弟兵刃并不伤的，只见妻子一死，眼睛顿时红了，脸上的神色可不知己。那也怪不得你。
那嫦娥战也过了30年，但这30年中，我不是几百次在梦中重进奇境，那撩人双臂械斗，不是用什么擒拿手法，便夺我们两名弟兄的兵刃，跟着一次一劈，当场杀了2人。他又是从马背飞冲而下，有时又掉回马背，东边一冲杀了1人，西面一转又杀了1人。片刻之间，我们21人之中，已有9人死在他手下。这一来，大伙都红了眼睛。带伙大哥汪帮主跟各个神秘上前跟他缠斗，可是那人武功实在太过奇特厉害，一招一式都是绝技，料不想不到。我见到这等情势，心下实在吓得厉害，鼓起勇气骑马向他直冲过去。便在此时，撩人一掌也已击到，幸好的坐骑不迟不早，跟着这时候吊起，挡接他这一掌，否则我筋断气断，哪里还有命在？他这一掌力道毫不雄浑，将我击得连人带马向后仰跌而出。我身子飞了起来，落在一处大树树顶，架在半空。那时我已经浑浑噩噩，不知自己是死是活，身在何处。从半空中望将下来，但见那撩人身周的兄弟越来越少，只剩下5、6人。眼看着这位赵贤孙仁兄，这种丑事算有惭愧，却也不必相瞒。我不是受了伤，乃是吓得晕了过去。我见那撩人抓住二哥的两条腿，往崖边两边一撕，将他身子撕两半。我突然觉得自己心不跳了，眼前一黑，什么也不见。见得这撩人犹如魔鬼般的杀害众兄弟，若说不怕，那可是欺人之谈。那是只剩下4个人。待会大哥严声问道：“你是谁？”那撩人并不答话。转手两回合，炸杀2人，胡奇是踢中汪帮主背上穴道，跟着佐助鸳鸯环踢。这人已是简体人穴道，刃穴之准，脚法之奇，实是匪夷所思。那撩人见强敌境界，奔到那少妇尸首之旁，抱着他大哭起来，哭得凄切之极。而听了这哭声，心下竟忍不住。那有什么稀奇？野兽的亲子夫妇之情未必就不及人，撩人也是人，为什么就不如及汉人？那撩人哭了一回，抱起他儿子四人看了一看，将婴孩放在他母亲怀中，走到带回大哥身前，大喝：“带回大哥毫不屈服，向他怒目而视，只是苦于被点了穴道。”那撩人突然间仰天长啸，从地上拾了一柄短刀，从上方的石壁划起刺来。他写着契丹文字，当时无法理解，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掷下短刀，俯身抱起他妻子儿子的尸身，走到崖边便往深谷跳了下去。众位此刻听来有觉诧异，这是我亲眼瞧见，只是惊讶无比。我本想如此武功高强之人，在辽国必定身居高位，这是中原西岐少林寺，他就算不是大首领，也务必是众武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请至我们带国大哥和汪帮主大获全胜，自必是乘胜而进。万万想不到，我跳崖自尽。我先前来到古片之时，曾向下凝望，只见云锁雾峰，深不见底。这一跳下去，他武功虽高，终究是血肉之躯。那只骑士之中更有气势。忽然间，哇哇两声婴儿的哭啼从乱石谷中传了上来，跟着那婴儿谷中飞上，正好跌到汪帮主身上。那时候恐惧心已去，从树上种下，本打汪帮主身前看时，只见那契丹婴儿。我想了想，这才明白，原来那契丹上午被杀，他儿子摔在地下，只是闭住了气，其实未死。那撩人哀哄之余，一摸婴儿的口鼻有呼吸，于是抱了两具尸体偷牙之际，那婴儿已经震荡醒了过来，顿时哭啼。那撩人伸手了得，不愿儿子随他战胜谷底，立即将婴儿抛了上来。他记得方位距离，恰好将婴儿投在汪帮主的腹上，不致受伤。他身在半空，发觉儿子未死，立时远之，心思转得极快，而死之力之准更不差之毫厘。我眼看众兄弟惨死，哀痛之下，接近那契丹婴儿，便想将他摔死。但我一看他可爱的脸庞，说什么也吓不了这毒手，
欺我一个不满收拾的婴儿，那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正王大师，辽国杀尽我汉人同胞，不计其数。我亲眼见他辽国手持长矛，将我汉人的婴儿活活生生的挑在马桶，骑马游街，耀武扬威。他们杀得，咱们为什么杀不得？啊，这不错。但常言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一日，我见到许多人惨死，实不能再下手杀这婴儿。你说我这做错也好，说我心肠太软也好。跟着我便想去解开大口大哥和汪帮主的穴道。那契丹人的提穴功夫太是可以，我什么手段都用遍了，能不能解开穴道？幸好到第二幕晚间，我满的十二时辰，两人被封穴道自行解开。我探头乱石谷向下张望，也瞧不见什么端倪。但向我们三人将徐南众兄弟的尸骸埋葬，查看人数，却见只有17具。其中一具尸骸活着转过来，自行走了，自行行尸走肉，那便是我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戴夫大哥互相弯帮主道：“见通兄，那契丹人若要杀人啊，但这易如反掌，何以只替咱们穴道？这件事会若苦事不明，咱们二人是头领，领头杀了他妻儿，按理说他自然赶尽杀绝才是。三人商量出不出结果。”戴口大哥道：“他刻在石壁上的文字或许有什么含义。”戴口大哥将石壁的文字拓了下来，回到关内，万帮主找到一个牛马贩子，那人常往辽国上金放马，试着契丹文字，将那白布拓布给他一看，他用汉文译得出来，写在纸上。看着译文之后，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实在难以相信，契丹人妻子决意自尽，又何必故意撒谎？我们练习一个通契丹文字的，将拓片的语句口译一遍，意思呢一样。倘若真相如此，不但殉难的石兴明兄弟死得冤枉，这些契丹人也是无辜受累。这些契丹夫妇，那契丹夫妇为何死得冤枉？众位朋友，非是我有意卖关子，不肯透露这契丹文字的意义。倘若壁上文字却是实情，那么戴口大哥汪帮主和我的所作所为却是大错特错。戴口大哥汪帮主是何等身份地位，何况汪帮主已然逝世，我可不能胡乱损及他两位的生命，仅恕我不能明言。我们三人记忆一番，都不愿相信当真如此，却又不能不信，当下决定暂弃这契丹婴儿的性命，先行赶到少林寺查看攻击。要是契丹武士果然大举来袭，再杀这婴儿不迟。此事关系我神州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死安危。只见各路英雄前来，然而从九月重阳庆后起，直到腊月三个多月，竟没半点警号。待县长的报讯之人详加询问，却再也找不到了。我们这才料定讯息是假的，大伙众人之余，雁门关外这一战，双方都死了不少人，当真死得冤枉。戴和大哥汪帮主和我三的应对雁门关之事心中有愧，特向少林寺方丈说明经过，又向死难诸兄弟家人报之噩耗之外，并没向旁人提起。那契丹婴孩的伎俩在少林寺的龙江试过之后，如何处置这婴儿，倒是颇为棘手。我们对不起他的父母，自然不能再杀性命，但愿说这样抚养长大，契丹人是我们的死仇。我们三人心中都想到杨虎一患失智，后来戴后大哥拿了100两银子交给那农家，请他们养育生儿，要那农人夫妇自认是契丹婴儿的父母。那婴儿长成之后，也绝不肯让知道营养之事。那对农家夫妇本无子息，欢天喜地答应，他们丝毫不知这婴儿是契丹骨血。我们要这孩子带去少林山之前，自贡大师，那少林山下农人。他姓什么？你既已猜到，我也不用隐瞒。但龙人姓乔，名字叫做桑怀。不，你胡说八道！你咋这么一片拐坏来诬陷我？我是堂堂的汉人，如何是契丹俘虏？我桑怀更是我亲爹，不可！乔帮主。中国大师江湖上人人敬仰，也不可伤害他性命。胡说，
只管大师的威能，我尽所尽了。但你们要除去我帮主之外，那也罢。公所那人便是，何以编造这番言语出来？可笑啊！威寒人未必高人一等，契丹人未必变猪狗不如。明明是契丹人，却硬要冒充汉人，那有什么滋味？连自己亲生父母也不听。你也说我是契丹人吗？我不知道，只不过那门夜门关外一战，那个契丹我是容貌身材却跟你一模一样。赤光大师抱那契丹婴孩，也是我亲耳听见。我赵贤孙行尸走肉，是山除小心一人，并无怪怀之人。我更无怪怀之事，你做不做丐帮帮主关我何事？我为什么要污蔑？后来怎样？后来你自己知道了。你长到七岁之时，在少室山中采药，遇到野狼，有一位少年是证人，将你救了下来，杀死二狼，给你治伤。是，原来这件事你也知道。这位少年证人乃是受了我带过大哥的重托，请他从小教诲你，使你不是走入歧途。为此之事，我和带火大哥万帮主三人曾起一过争执，在入江湖恩仇之中，带火大哥却说我们对不起父母，需要将你培养成一位英雄人物。你们到底怎么样对不起他？害得和契丹人相砍相杀，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可言？雁门关外石壁上的遗文至今未明，将来你自己去看吧。到这16岁上遇上万帮主，他送你做徒儿，此后有许许多多机缘遇合，你自己天资绝卓，奋力上进，固然非常人所期，但若非带过大哥和万帮主处处眷顾，万帮主初时对你十分提防，但后来见你学武尽快，为你慷慨豪侠，待人仁厚，对他恭敬尊崇，行事又处处合他心意，渐渐的真心喜欢你。再后来，地空越多，威名越大，丐帮上上下下一起归心，便是帮外之人。但万帮主始终拿不定主意，便由你是契丹人之故，他是你三大难题，你一一办到。但等要到你立了七大功之后，他才以打狗棒相守。那一年泰山大会，连创办丐帮强敌九人，使丐帮威震天下。那时他方立你丐帮帮主，我只知道恩师万帮主有一段言语我。是我多虑艰辛，一当当大任，却原来我之所知，至此为止。你出任丐帮帮主之后，我听江湖传言，都说你心想仗义，造福于民，处事公允，将丐帮整顿得好生兴旺。我只是大人喜欢，又听说你速度快了契丹的奸猛，杀了好几个契丹的英雄人物。那么先前江湖一患，这件事便可永远不提起，却不知何人去捣了出来。丐帮与乔帮主之争，都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多谢赤光大师回溯旧事，使大伙有如身历其境。这一封书信，身为带火大哥写给万帮主的，执意劝阻万帮主不可将万帮主带回传给乔帮主。赤光大师劳烦将信给乔帮主，让他自己过一过目。稍待。你干什么？乔帮主，你自然知道自己身世，将他定要报你杀父之仇。王帮主依然是死，那不用说，这个大哥大哥的姓名，老衲却不会让你知道。老衲当年常以服定令尊令堂一切罪孽，老衲甘愿一生承担，要杀要剐，是真是假？此刻我尚未明白，被要杀你也不瞒在于此。不错，我也在内，这账要算我一份，你只需欢喜，随时动手便了。乔帮主，凡事三思，可不要胡乱行事才好。若是惹起胡汉之争，终于豪杰人人与你为敌。胡兄传位之意始终不改，然与言日相思，人其其意为不可。乔军才艺超绝，立功甚伟，为人敢敢写信，不仅为贵帮佼佼不群之人物，即便神州武林，然当日雁门关外血战，惊心动魄之状，于不日不所于怀。此子非我族类，其父其母虽我三人之首，他
他日此子不知出生来历则已，否则不然丐帮将灭于其手。纵言武林一中逢，当时才略武功仁慈之者，此寥寥也。丐帮帮内大师原非外人，所能智慧。这还有一首，前是汪帮主亲笔。至于丐帮马副帮主传功长老、执法长老乔峰论，有青鸟叛汉助契丹而宴大众之局者，全帮极力合力击杀，不得有误。下毒行刺均无不可，下手者有功无罪。汪建通亲笔：乔峰主休管无礼，汪帮主之所欲原只是马副帮主一人之巧，他严加收藏，从不肯对谁说起。这几年来，帮主行事光明磊落，绝无丝毫通辽叛众，助契丹而宴汉人行事。汪帮主的离令，只是绝技不用不着。本来嘛，大家疑心莽夫帮主是姑苏慕容公子所害，倘若帮主能为大元兄弟报此仇，帮主的身世来历，原无揭破的必要。可是，一来马副帮主、马夫人痛切。为仇不能让马副帮主，三来乔帮主是契丹仁义间，贵帮中知者极众，叛乱已生，隐瞒也无志，志无益。全关清，你知道我是契丹后裔，是以防我，是也不是？无错，宋西陈武四大长老听信而言欲杀我，也是为此。无错，只是他们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事到临头又声未说。我的身世断理，你从何处得知？此事率领旁人，苏大侠难以奉告。须知纸包不住火，任你再隐瞒之事，终究会天下之鬼。执法长老，各位伯伯叔叔，先夫不幸亡故，到底是何人下的毒手？此时之事难以断家，但想先夫平。然而常言大道好，万常悔道。是不是因为有先夫手中握了什么重要物事，别人想得知而甘心？别人是不是怕他泄露机密？你疑心是我害死的马副帮主，妾身是无知无事女游之辈，出外趴头露面已是不该，何敢乱加罪名于人？只是先夫死的愿望，哀恳众位伯伯叔叔。马夫人，我心中一个疑团，我听夫人言道，马前辈拆封这封遗书，乃是用火漆。哇，这个字看不懂。哇，念不到。难者那位大口大小的书信和万帮主遗令，除了马前辈之外，本来谁都不知。漫长回到三人面口的话，便说不上。那位姑娘疑心的事，初时为是一般的想法，但我在接到先夫噩耗之前，一日晚间，忽然有人摸到我家中偷盗。偷盗？偷去什么？三人没有，并没三人。这只用上下烂的熏香将我及两名奴婢熏倒，芳香倒对大叔一人，偷去了十两银子，次日便接到先夫不幸遭难的噩耗，哪里还有心思理会贼子盗银之事？幸好先夫将这遗书隐藏在其隐秘之处，才没给贼子收去毁灭。小毛贼偷到死只剩下你，那也是属寻常，只不过死期巧合而已。我两只眼甚是。初时会这么想，但后来那小贼进屋出屋窗口墙角之下，死掉了一件物事，那是小毛贼蛮囊之去掉下。我一见那物事，心下惊慌。那是什么物事？为什么非同小可？那是一把扇子，扇子写了一首诗：素雪飘飘开雁门，平沙地乱卷蓬根，功名此际。那是我的折扇。哈，这等嫁祸栽赃的手法真是拙劣的紧。这位公子为何如此说？各位想想，以我大哥乔帮主的身手，要想进入他人屋内找东西，何须大费周章将东西翻箱倒柜、欲盖弥彰、到处施行啊你，何况留下这些证物？这些手法看来分明是有人嫁祸。何况本来乔帮主的身世只有当事人知晓，而且就是自公大师的说法，所知当事人根本不想公开此事。那么此事如何流出？在他认为这点才是各位要查的。
或许马副帮主的死反而是这位想知道并想公开的有心人士，而最常接近马副帮主的人是谁，谁又最有可能发现这封信的存在。公子此话何意？难道你暗示我才是害死先锋的人？唯一我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害死盖尔帮的副帮主？哼，夫人何必如此心急地为自己澄清？夫人不会武功，当然害不死马副帮主。不过有时候一个人在毫无防备之下，是很容易让人得逞。你，雷公子，你继续指向马夫人，其意为何？我没有针对任何人，只不过陈述事实道理。何况全路走敢以下犯上，想必这是你的来历必定不小吧？你，我如何？三弟，不必多说了。可是大哥，这马夫人明明就想诬陷你。我乔某没做的事，大家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但是对身世来历惭愧的紧，我自己未能确知。但既有这许多前辈指证，我乔某须当尽力查明真相，这丐帮帮主的职分适当退位。此棒曾望帮主相授，乔某执掌丐帮虽无建树，查信亦无大过，今日退位，哪一位英雄愿肩负？乔峰身世未明，这帮主一职不论如何是不敢担任。司法长老送系陈武长老，本番正帮之法大过半，请连同你们保管，瑞浩定的帮主你们一同转授不迟。且慢，我乔帮主不是契丹人，我瞧他不像契丹人，穷凶恶极，长暴狠毒，乔帮主却是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时常无烦他，他却为我们，他只有受少林高僧和万帮主养育教诲，也改了契丹的凶残习性。既然性质改了，那并不是坏人。再来说我们帮主有什么不妥？我瞧本帮之中，再也没有一个人记得他英雄了得，别人要当帮主。众位兄弟，乔帮主才略过了英雄了得，谁不佩服？然而咱们都大宋百姓，岂能听从一个契丹的号令？乔帮主本事，放屁！放你娘的狗屁！倒有九分像是契丹人。众兄弟安静，听我一言。我这丐帮帮主，我绝技不当了。帮主，你切莫灰心。我不是灰心，别的事或许阴谋诬陷，但我恩师汪帮主的笔迹，别人无论如何造假不来。丐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威名赫赫。武林中谁敢不敬仰？若是自相残杀，岂不叫了校人校外的嘴巴？乔某邻居有一言相告。倘若有谁杀了本帮的兄弟呢？杀人者以莫敌命，残害兄弟，举世痛恨。那就好。没错，那就好了。杀人者自然逃不过制裁。马夫人，哼，请了。轻伤不敢，绿水常有。众位好兄弟，咱们再见了。乔某不是汉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有生之年绝不伤一条汉人性命。大哥，我随你去。大哥，王姑娘，哎，到哪里去了？贤弟，刚刚大会结束了吗？后来怎么样？你们走了之后，没一会儿便来一群西夏一品堂的武士，没能克制得了。那些人犯什么背书信封的毒，再少人都中了毒，浑身酥软，使不上力。啊，这众人皆中毒，不知为何就我没中。那时一片混乱，我趁机背着王姑娘逃出去，躲在一个茅屋内，后来被一批西夏武士追上。不过归黑王姑娘在旁指点，才能幸免，却因此杀了不少人。我佛慈悲。后来来了一个叫以严重的武士，王姑娘看不出他的武功入此，但他却给我们一瓶解药。我们拖出茅屋，预备去救阿朱和阿贝姑娘，没想到路上便遇到他们两个人。那一群一品堂的武士将所有人都带走，我和阿贝落到最后，遇上了乔帮主。是乔帮主救我们姐妹两人，是大哥救你们，那大哥人呢？乔帮主得知丐帮被人擒，便急急去寻他们下落了。我们在路上遇上天灵寺的小沙弥，受了伤在道旁哭泣，一问之下才知道那是西夏人将丐帮那群人带去天灵寺的。天灵寺
我们也商议好，又来搅拌乔帮主，让我指着乔帮慕容公子混入寺中，将那个臭瓶丢给众教化文文。他们脱险之后，必定会好生感谢乔帮主。什么臭瓶？就是背出清风的解药，闻起来奇臭无比。哦，但西夏敌人甚强，我们两人这般前去，甚是危险。没有什么危险，逃之夭夭，这是我段云的两手好戏。委员说不妥了，我表哥杀敌易如反掌，真的没逃之夭夭的时候。敌众无寡，暂且退让，不要紧的。咱们只不过想去救人，又不是想比武扬名。慕容公子是人中龙凤，别人岂能学得像？阿朱姑娘，你一会把我扮得不太像的好，否则待会逃之夭夭起来，岂不损？段公子，我说错话了。你还在挠我吗？啊，没有没有，我们整个挠你呢。嗯，阿朱姐，咱们去买一两样的东西吧。嗯，对了，贤弟，那五钥匙可要与我们同行。好，为省事一些时间，咱们分头行事。玉和在松鹤楼碰面，劳烦雷公子帮我买面粉、玉子环，还有棉花。我们再去买其他东西。好，没问题。如此，咱们走吧。这边玉子环在这里吧。什么？200两？这？雷公子，将东西一一交给我吧。好极了，我们暂时稍后，段公子和我去上个变个戏法。咱不以阿朱姐的手巧，帮你们折蛇。之前已教过了。奥斯姑娘英勇之处果然堪称一绝。好兄弟，咱们去吧。你带好那个臭瓶子，我们在此等候等候。啊，连声音都像，佩服。表哥，如果你真是表哥就好了。这样去固然好，但阴平银行的武功武士武功不弱，而且人多势众，论动起手来，岂不是得想个法子才是？姑娘考虑的甚是，要不请这位刘兄弟和姑娘委身我们之后，待我和慕容公子引他们注意，有雷兄弟们两个去偷出背出清风，以彼此道缓释彼身，让他们也尝尝这卑软无力的滋味如何？阿朱姑娘自有双全，就此照办。那我两人先行了，小心了。姑娘，两个蛮子，鬼鬼祟祟，不是好人，做奸细吗？快报你家将军之道，说丐帮乔峰江南慕容复
前来拜会西夏赫连将大将军。陈先生，从旁进入。哎，这边宕机是不是？什么啦？到右边那个，现在进不去。好极好极，我们抱住眼睛走这银波尾部，此貌似乎也办不到。胡松木眉目虚喘，我南海二神服了你啊！啊，这可真巧，因为这个角木人就正是段公子，当然会宁波尾部。两位英雄光临，不知有何指教？毕邦有些兄弟不是整队得罪将军，听说将军派出高手。以上层武功将我们擒来此见，在下斗胆要请将军释放。乔帮主与慕容公子亲民，总也露了一手功夫给带火瞧瞧，还让我们西夏人心悦诚服，这才好放回贵榜。糟糕，那这个假乔峰露一手就露馅了，还赶快打开什么清风的？是谁上右背出清风？乔帮主，我身上有解药。赶快叫解药拿给我闻。不好意思，解药求是药匙我拿走了。走，咱们救人去。哎，这叫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哦，真对不住，我很想要赏金，只可惜解药不在我身上。行，你等着啊。谁要帮你拿？帮主，多亏你来救我们，这位兄台高姓大名，多么相救。在下慕容，复姓慕容，相救来此，令各位委屈骗死，得罪得罪。乔帮主，大人不计小人之过，你还是回来做我们帮主吧。乔爷和慕容公子果然是知交好友。这帮中大事，妈妈商议不迟。我另有要事，需要慕容公子同去办理，日后再见。帮主，好险！再多待一会，我怕露出马脚。成了吗？说来真巧，那个什么南海二神正要段公子视野宁波尾部的功夫。幸好如此，才安全过关。也幸亏贤弟及时放出背出清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哈，段公子，走，我帮你换回装扮。
那王姑娘，现在你们往哪里去呢？小二哥，你们就要三位姑娘同行。啊，是三哥来找我们了。三哥，你们三人没事就好，怎么勾混的？包三哥是这个样子。哦，你们三人就我们一同上荷兰去公子会合。那感情好，我反正无事也随各位上荷兰，如何？邓公子想去当然好啊。非也非也，一点都不好，这小子不该乔装慕容公子，败坏他的威名。非也非也，我帮慕容公子可没了他的威名，反而大大的扬名。喂小子，少跟我绝扯，我们要去拿什么的事，不想与外人跟事项点。你包三哥怎么到河南边寻找他吗？一定是不远，咱们就到处打听，总会找着的。温姑娘，哎，罢了，咱们走吧。哎，兄长，你们要去河南寻慕容复，我正好要去河南。河南可不是慕容家的，你慕容复和包慕容去的，我多远难道去不得吗？倘若在道上碰巧那人不相会，那是天意，你包三仙子可不能怪我。既然兄长有此想法，不如咱们一同去吧，顺便探访大哥的下落。嗯，也对，要探访大哥行踪，咱们走吧。姑娘好吃孝顺，为了丈夫卖身，每人可需要多少钱？本少爷这是怜香惜玉。不卖。为什么不卖？到我府上可是享尽荣华富贵。你别再妄想报仇，你爹不是得罪什么江湖恶霸和子家宗，谁想淌这浑水？我肯收留你是你的福分。长了几分姿色便拽了像富家千金，卖身嘛，五两两够不够买你这个穷丫头？喂，你是哑巴吗？不是好歹，镇上的官员都敬我三分，本少爷想要的东西那我得不到的。阿且阿宗，把人带回府上。官厅化日之下，竟想强压民女。少爷，我们打不过他。臭小子，给我小心点。姑娘可有受惊？姑娘好可怜，要卖身丈夫吗？不知多少银两才够。两万两，并帮我报杀父之仇。私下切斗总是不好的，报仇的事就交给官府吧。这两万两给你安葬令尊，姑娘也就蒙卖身了。我不要施舍，姑娘执意要报仇。给你啦。报仇的事放心交给在下，这两万两姑娘就拿去吧。呵呵，卖武器的很尴尬。我们先处理令尊的后事如何？不需劳烦了，请公子在此稍后，木娘马上回来。姑娘名叫木娘吗？这在贵州人贵州雷镇，姑娘可别跟我客气。爹没有错，爹没有错，爹。姑娘，姑娘，两万两筹到没？这是约定两万两，这是尊父的骨灰，还有一个烧焦的铁块，姑娘请收下吧。这不是家父的东西，怪了，本以为是忘记从身上解下的东西，是我忘记解下。小女子告辞。
这位姑娘的脾气真古怪，不过却要靠卖身葬父，可怜的紧。姑娘怎么这么快？家父热情火化，娘娘可是献给佛寺的香油钱，不管离开无喜多久，姑娘都被报非报杀父之仇不可吗？血债只能用血还，令尊可有何人解怨？姑娘可知凶手是谁？公子，请先随我去找薛神医。薛神医玄虎就是，怎么可能是凶手？去了你就知道。酒饮难耐，这叫喝一瓮会全酒。你怎么还处在这？快去啊！说不好意思，就很想喝。哎，我的酒嘞，这里。真是好小子，我喝喝看。哇，好酒！等等，我可没钱给你啊！我怎么会要前面的钱呢？这会选手当然是请乌长老喝的啊！说来惭愧，时机不好，大家只赏饭不赏银两，这里班内又有些风波，现在我连酒钱都没了。这三千两，请吴长老你收下吧。雷老弟请我喝酒，很高兴，还要资助本帮，这个朋友我交定，我将一招奇门三才道，老弟好好学啊。得了便宜又卖乖。还有我给你钱，哎，还有一个宋长老在里面。这里又是你们，那么光明磊落，有什么好逃的？哦，口气好大！我，大少爷未免太抬举雷某，怎样不服气吗？想跟我斗，本少爷也后悔莫及。姑娘快走，这有我挡着。臭小子，还想装英雄？那我听着，打断他一条腿，本少爷赏他五千两。弄一下他一只眼，折断一只手，通通五千两，不给别弄死他。骗你这个臭小子！至于这个姑娘，谁弄破了她，弄伤她的脸，我就砍谁的头。哎，那个本少爷对你不错吧？没想到我雷震比姑娘的身价还高。姑娘是要到少爷府上做客，还是要报杀父之仇？姑娘先走，我随后就到。看你还能威风多久！慢着，你们爷你没王法吗？又是一个爱管闲事家伙，银子就是王法，手握银子就是手上握王法，死老头，想要狗命就快滚！君子坦荡荡，什么？君子坦荡荡，爹，快说啊，下一句是什么？小人，小人爽歪歪，孽子，不好好读书。整天挥霍家产，欺压百姓，连你在无锡是让你陪你娘亲，一年没回来，郭家的名声都给你败光了。滚，给我滚回去，待会再教训你。都怪老夫管教不周，得罪之处还请包涵。哪里哪里，这才多亏老爷出面。我在京城为官，本想惜家带眷，可是祖上产业不能荒废，累人留此管理，小犬相陪，谁知道这小犬，哎，失礼失礼。原来老爷在朝为官，这才是失礼。早就知道老夫在朝为官，衙门怕是我对孽子的胡作非为也就视而不见。哎，我先去府衙视察，老夫告辞。你不怕死吗？谁不怕死？还有少爷跟手下说过，绝不弄死我。姑娘呢？不怕落到他手上？该走了。
咱们就去找薛神医。公子来我薛府，可是有谁患了疑难杂症，需要医治？这位姑娘的父亲死于非命，所以……公子说笑，既然已死，薛某有何能耐，起死回生？家父死于针灸用针，身中尾中奇门气中三穴，前面乃异界祈祷，可是何人会用此法杀人？原来如此，针灸之术，薛神医是其中权威。尾中穴是上元针，奇门穴上是毫针，气中穴上是火针，是也不是？不愧是薛神医，定这恶人是谁？此等技法，恐怕只有莫留影办得到。莫有岭便是家父。你是阴阳师的女儿，是你尊生前交代你来找薛嬷的吧？不过是点穴的功夫，不是谁都会吗？当然不是。那个经中记载，用针有九，刺法有五脏刺、十二节刺，另一尊的针法又是别有不同。陆针的劲道、生前角度大有玄妙。另一针杀人和救人，是人称阴阳师。薛嬷的医术虽是小有名声，他这种功夫也只能自叹弗如。前辈可知还有谁会此术？阴阳师可有其他弟子？姑娘你是最清楚。对了，一匹之道还是必胜，难道是姑苏慕容这几个月江湖常有高手死于自己的绝技之下，令尊无凭无据的？只是薛嬷猜测。我们这就去苏州问个清楚。等等，姑娘可想随我学医？前辈想收姑娘为徒。姑娘，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知羡煞多少人。薛嬷有怪癖，若要我一人，只能非求我不可。收徒也是比照办理，只要姑娘肯求我。要木娘求了，可比登天还难。木娘，等等啊！我被雷震，恳请薛神医收木娘为徒。薛嬷是收木娘为徒，又不是收你为徒，你求个什么劲？这个罢了，令尊对我有恩，百世之礼就免了。小女子尚有杀父之仇要报，姑父前辈还请见谅。唉，姑娘可知令尊为何交代你来找薛嬷？乃是希望你从我学医，姑娘可要辜负令尊。木娘恳请薛前辈传授医术。你未出世之前，薛母便答应令尊，愿将医术请将相受他的指示。太好了，姑娘又能继承衣钵，令尊定的含笑九泉。姑苏慕容是不是凶手，亦未可知。令我先去苏州燕子坞调查，或许有蛛丝马迹。被乔峰打慕容，莫真是姑苏慕容下的手，这仇可难报了。那是不能立敌，只有自取。雷公子，你姑娘真是报仇心切。姑娘放心，大丈夫一诺千金，雷某岂是贪生怕死之人？呆子，什么？血海深仇，无故必手刃恶人，那姑苏慕容是凶手，请先告知慕娘。放心交给我吧。好，走吧。有要事前往拜访慕容公子。韦公子外出好几个月，也不知何时会归来。慕容公子近日可有休克无息，我也不清楚公子行踪漂泊不定。那慕容公子可有什么针灸的功夫？我只是公子所学渊博，至于会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好，就这样就好了。然后就去找墨良，然后这边要盗墓了。神龙苏州，你们怎么也来到苏州？急坏圣上王爷，幸好小王爷平安无事。我不肯透露又卖神剑的心法，
那番真要杀我祭拜木龙老爷，多亏雷帝相助，我才能逃过一劫。大理上公失敬，不知三位叔叔此行为何而来？少林寺玄碑大师死于大赴大理途中，吾等人奉王爷之命前来调查。不知玄碑大师之死和姑孙木龙有什么关系？玄碑大师属于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中的委托主，那玄碑大师的拿手绝技大师命上指招，无论是姑苏木伦的一匹之道，还是必胜吗？这还认为其中定有蹊跷，凶手是谁还不能妄下定论。但是陈府翻片也无诸是马迹可循。对了，就我是那份正要去祭木伦先生的墓，不知道中间有什么道理，说不定这老头的墓中有什么古怪，怎么掘进去瞧瞧，咱们悄悄打地道进去，神不知鬼不觉，有谁知道了？我们四处看看，说不定找到什么古怪。油光长行缺，怪了，怎么了？空的，难道慕容博没死？是啊，儿子四处招摇，老子在千里之外杀人，但是慕容博武功深不可测，杀人不想让人知道，可用其他招式，没有一匹知道皇室比胜，又何须诈死？没的，我们刚拿到这个，然后还有刚刚那个是武器吗？还是防具？什么油光什么假的？那怎么行？这山上砍来的，要跟客栈刘老板换丝绸，附我一点就好。阿发，卖你颗粒，要见梦想。咱们认识好几年，谈些伤感情啊。我也要过日子啊，五千多少钱才肯卖？在阿发家里也能做饭。说难为难为情，丝绸是我老婆要做衣服的，我得用木材跟牛老板换。这样吧，我知道牛老板的小孩犯伤寒，韩某又懂艺术，我帮小孩治伤寒。牛老板把丝绸给吴兄，吴兄将木材给阿发，阿发给我几斤水果。是啊，你是外地来的吧？韩某游走江湖，巧达到苏州，是才听到刘老板的为孩子着急，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们。顾刘韩兄解决大家的问题。不过韩某得先为刘老板的儿子治病，我先告辞了。好，终于要把东西交给吴老大了。魏先生，你看，是如此长路桥，那么上百年贵人可有找到？这是上百年贵蛋，国会雷少救我一命，这李波乡绿道乡路道，请少侠说下。我先告辞了。这把刀好吗？普普通通。好了，就这样。他任务大概是这样子啊。好，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希望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铃铛，就这种 IG 2B 和 2G。那谢谢大家，这就是收看，拜拜。